新鲜的笔墨哎，还有哪一块啊？姐姐，枇杷多少钱一斤？这姑娘，最懂的送你一个哈。这位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卫生在哪儿都讨人喜欢，人家叫你小官人，还要送你枇杷呢。哦，姐姐送的，自然是要的。谢谢姐姐送的枇杷。哎呦，别夸吃的啊，可你长得怎样？哟，夸你长得俊呢。啊？姐姐生的更是美。怎么了，蓝湛？羡慕是不是？姐姐，你看她长得灯样吗？很高灯样。那也送她一个好不好？只送我不送她，她要不高兴了。没喊没喊，送两个。谢姑娘，鲁汉，那嘿，姐姐人美心肠好，我下次来买买一筐。这哪嘞？你都一袋了吗？是让你和二公子一起来。好嘞。说起来，你们这儿哥哥怎么说？大大，谢了。蓝湛，刚你听到吧？人家姑娘让我们一起来买呢。蓝二公子，小官人，不来。这位小郎君长得如此登央，脾气却这么差。哎，蓝湛，我问你，姑苏话叫哥哥是不是达达？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叫过别人？达达，达达，肯定有的吧？叫一声来听听嘛。并没有。达达，达达，达达，蓝二达达，怎么样？我叫的对不对？错，是。不聊。说呀，怎么不继续说？教教我嘛。不然你教教我，无聊用姑苏话怎么说也行啊。不。哎，嗯，你除了说不还会说什么？算了，你不教我，我不会问别人吗？哼。你要问谁？你管我问谁？姑苏人这么多，刚才卖枇杷的姐姐就不错。走了。